负责就是干净。我是最简单，你们搞不定的时候再说我。我是后勤，我是给大家告诉大家每一个的 schedule。统筹嘛，对，就比如说统筹。三点，什么生活时间？生活时间。我写的是要让大家吃饱吃好。啊，明白。哎，我们家那个住房的这个布局啊。一会儿我们家旁边厨房在旁边食堂，我这明天就有火车坐着这儿呢。我叫你十点半就备菜，备到十一点，十一点开始炒菜，炒一个小时，十二点我们就出来。OK， 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我们去拿菜，摆桌摆盘，十二点大家吃饭。OK， 吃完之后就睡午觉，蛮好的。天生我是山。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出来劳动了，我们今天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，知道了吗？现在离午饭还有两个小时，五个家庭六个家庭